起
为娘啊，你为娘家没几天就想委屈了，秋衣总在场哦，我也放心不下。你为长安去，我也放心不下呀，光门前是非多。你哪去补补家用吧，这东西你这里也进来嘛，哪去哪去。老杨拿酒来。后人说了一顶名字啊，大姐，大姐，哎，这位客官要买酒吗？今天不买了。今天不买了，恰是为何啊？贵人打猎去了，不让买了。什么？啊，大姐，这柜台之下有一顶名字，想必是你们的吧？不错，是刚才不小心失了粮，多谢相公。好，何足挂齿。
好你夫人婆婆像是远道而来。不错，稍生也有两千里之遥了。就是远道客人，他被接急急客来、嗯。不是他们不许买吗？不管他，来，你请走，快请走啊！这啊，哎呀，大姐。实不相瞒，小生是身无分文，不敢饮酒了。身无分文，却杀鸡不美。好、啊，大姐告辞了。相公请坐。啊，晚于何时啊？妹妹站在镜子，翻门不去。请，快请。好，好，好！哈哈哈哈好啊！请过客，我拿菜去、哦、啊！大姐，菜不要了，有没有热水呀？热水呀！是啊，方才我一路迎来，看见贵人违章当量，道路不通，我只得绕道何归而来。只有热水，泡一盆洗洗手脚，也好赶路啊！嗯、好，叶水，我去扫。好，多谢大姐。天地阴阳，八极八荒，皆生天象。洪福与昌，好一副鬼相！小娘子三清之气，云之天中，无影之道，神灵帝国，此乃鬼神不相，谁定为一品福神啊？你是什么呀？啊，谁定为一品福神啊？哎，小娘子，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请你仔仔细细的想上一想。笑什么？笑什么？你满口风尘，不过想喝点酒吧。啊？对不起，今天不买酒了，我这个一贫妇人。西家生气啦！哎，小娘子，什么玩意儿在这里喝酒啊？把他们关出去！欺臣太甚！亲奴啊，只因贵人这次违章当量，老规矩了，包用了小店，请你暂且为敌一下吧。啊，是哪一位贵人此次教恨？何必多问？滚！你既不赦，我就不追啊！做什么？做什么？当天之吉祥，不是沈阳的面对了。你打的、什么人？七家谁来了？我吃饭进京，真要为国事进言，莫说是什么贵人，连着皇帝满岁到此，我也要见他一见。Thank you.
看呐、啊，这是何等的剑法，一剑射穿老爷的双眸啊！剑法。为何不为兵？好、啊，来、啊，坐。哎，不必惊动顾客，一龙饮酒有何不可啊？是。好，你们在这里看相啊！丞相，铁客越铁高，看相不挂。出自说明，就像鬼神的剑法，八八八走，神称元本仙。相子、啊，你不妨为我以宽敞一个相啊、这个，是好听的，宁字不会走上、哎；是难听的，宁字也不会少给啦。请，不许夜落云。哎，想好了，重重有伤。哎。想真啊才有伤啊待我仔细地看来天阴有阴八之气提过去自为自光潜入困谋大黑一样好呀大人慈祥贵不可言大富大贵长命万岁呀我的妹长命万岁呀他们说我到九十九这过来行哦祥子、不妨为我也宽让一个乡吧不过我是没有人知的秀才有求见何之寡辞就算我送你一命也无妨嘛常言道天命天命当然莫测为之天不可奈何为之命秀才之云嘛真讲才就自救本就交警更加民众无分时刻都是对局了参死了他名字他谁吧是啊啊对不起是的你因我发现话我想师长之神终于听这等花言巧语躺在朝廷之内也是如此岂不坏了国家大事当今朝廷怕不至于如此吧哼但愿如此你这秀才胆敢毁谤草子吗你讲的道义有理秀才你对国家大事有高见呐是人国事嘛道义国政与我不当之策你不妨私言一二呐好急蒙下问贵臣听了谁娘救大明王民众在京没人讲黎明切近千早哭把飞铁心看他当他当亲自不中忙英明不察不安康唐大子隐隐不依明心丧谁阳光你讲得不错放开我等礼貌们要往
秦始皇高龄，焉得你能自知呢？我有泪。豪门权贵色无度，非常当年为奴才。这一代踏雪荒原，比勇拼。当初沈阳帝实能听得进这方士之言，求各位改朝换脸了。你这把当今天子比作谁？娘你们我马走就是吃了这顿亏了。娘亲，这位相公做得好啊。放着朝廷也像你这样宽仁，那就好了呀。听相公之言，我非要往长安投奔赵延贵去。真是。
紫禁朝廷去严时刻一次去少爷官，定能得到天子的赏识。哎，要是你做了官，要多为我们百姓说话呀。那是私人啊。哦，大姐，我这件破无酒就当这酒钱吧。哎，我们是真心真意的，可不是什么借来之神。是啊是啊，好，用路回报。下次来啊，你恐怕找不到我了。怎么？这是我娘亲的家。哦，大姐不止在这里。我是长安。长安什么地方？你记下了。
早也想，晚也想，做梦也在把你想。来了来了，谁来了？我来了。你嫂嫂，你每天等呀等呀等的是谁呀？每天等呀等等的嘛，就是我了。你呀，你不找找金子？啊，找过来，找过来。我是你的当子，找过啊个金，你不要嘴子，那也不要紧啊，你个人，你孤身一人难清清啊。不是把我招进啊呀呀大门啊！嘿，好起来主意大你，你在我身边身体，你老骨头上怕苍蝇，当心再抢草不滚。鸡鸡大我们嗯喜欢我啦。小妹来哦。我说抬举你已经不肯，哼，休怪我们不客气了。哼，你不管，你不管，锦城之内，你不管讲求你呀、啊，哼，到我们到雨上去。怎样？一句笑话，何必当真的？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请吧。
马走我千里奔波今世地，有谁知这头葫芦今天老梅，难道刘大姐就住在这里吗？嗯，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想不到，姑嫂。请问你家可是姓吕？啊，不错，是姓吕。哎，你找谁呀？找你们当家的。当家的？小当家的就是我。哦，小当家是你，那大当家是？大当家的就是我嫂嫂。嫂嫂？那你哥哥呢？我哥哥去世三年了，家里没有老人，就是我嫂嫂当家。嫂嫂，有人找你。马相公，马相公。十来再回呀、啊，只因我怀上永金，已在当铺里当去了。当了多少银子？当了五两银子。五两银子？哦，只因我手宽衣破，一转眼银子都丢光了，只剩下这一张当票。我一时凑不起五两银子送你的五金，这
是他哥哥传过的一件旧衣服，你尚不嫌弃，去接近我吧。我留在这里，只怕有些不便吧。啊，有什么不便呀？哎，这位哥哥，你家里也丧丧啊？三年前早已亡故了。哎呀，真好，我丧丧也没有哥哥的吧？哎呀，不，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我留在这里实在不便，告辞了，告辞了。娘子，在我面前假正经，你为了养那个哑老婆。Thank you.
公，你在这里嘀咕什么呀？人穿起身呀。嗯，啥事啊？凡事你我在这里做文章，你到这里做什么来了？去、说。小奴才，我要他背书，一眨眼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个小奴出身，夫人，我陪你找他去。好啦好啦，你呀，做你的文章吧。啊，哎呀，夫人啊，天色不早，我还是陪夫人为上门去吧。啊，去。万岁爷要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先走帐上喝茶，你人到正得身。你这五品中郎将的罪状写得这么样了啊？这写不出罪状，你就不要为尊上啊！啊，这啊，夫人，你笑什么？毛毛，毛毛。一个叫娘嬷嬷，长嬷嬷嬷嬷也要个美娇娘。端，哎，去把丈夫叫来。是。二妹，不要让夫人知道。我晓得。小时辰做什么？要当你，见你从政什么样子了？少是几个吊丝，长大了我老子一样做将军啊！嗨，你气死我了！什么事啊？我叫了他世界上第一首诗，这一首。
会。那是那个事，那你我快快。我背景你听吧，官官矩矩，在我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哦，就这十六个字，小书生约了两个月，还背不下来。想了两个月，你读都读不下来呢。读得下来的，读得下来的，读得下来的，好，读。嗯，光光光光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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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空，这该打不该打？嗯。问大丈夫，当两下就当两下吗？去，打！妈妈妈妈，不要打！我有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会懂，我也听你讲过。你妈是怎么讲起？讲给我听听。窈窕淑女，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哦，君子好逑呢？君子好逑嘛。就是你爸爸像头小老虎。我命你去讨那个小娘子怎么样了？你是的那个驴娘嘛、我可衰了啊！她命运不太好啊、你因她是个卖烧饼的、过去我也卖过苦的，难道你还看不起我吗？那当然不可。告诉你，我就是喜欢那个卖烧饼的啊！那要多用点银子啊！要银子好办，要多少给多少啊！赶快把它顶过来，我做文章要用。好啊，什么用？做文章要用，做文章要用，这个。赶快用笔小花巧把它顶过来，我马上就去。去，我来。先去找个美人。好好跟人家谈谈，至今是在长安城里皇帝老祖的眼皮下，可不是过去我们当政的时候可以推进不可以你们说这两个鸡蛋弄你的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没有什么，没什么。哎呀，夫人啊，这四王之中门多门死了。到外面送送晋国去啊！老婆，你讲究竟什么事啊？要不我……是娘，说他叫我去请个人啊！什么人？讲，莫非他也想讨小老婆了？这人是做文章要用的。原来是为儿子请教授先生呀！总算像个做弟弟了，我瞒着我呢。丈夫啊，你先生一定要请得好，学问一定要高。好，快快请来，我重重赏你。
现在新丰酒店那个广秀才在哪里吃酒？至今有五张在此，死也不死。把相公禀的办法，真是卧藏。不许多问，上。他在赵言观追马赵廷，叫他出来。那赵言观子他是何人？我徐都门，叫他快快滚了出来。来来来，叫喊什么？马相公不在，哪里去了？上街没事娃去了。你去听了，赵言观子有令，从今之后不许叫他出得露面，更不许上街来话，叫他说说滚出长安回老家去。这是为什么？须问为什么，只需照办，他之不准。哼哼，怎么样？亲手啊，还有嘞，月娘，这是没挖得来的银子，放请笑纳。马相公，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哎，哪里挖嘞？拿去补补家用也是好的嘛。那我省下了。哎，月娘，你看这块衣料可好啊。长安
我也无亲而无故，哪有什么仇人啊？哎，你因何问此啊？刚才雷良先生，怎么？他们放出言语，说我虚拟上街买死亡了。这倒奇妙，莫非另外有人卖娃，怕我抢了他们的牌？我是谁？我也不知道。这叫人担心啊！哎，我马嘴赢得正，站得稳，何必担心啊？万事小心为好。清明时节，朗朗乾坤，我又不办法，何必怕他们？王相公，你在这里不要出去，不用这银子，把你的母舅去赎回来。哎，女娘，你回来，女娘，你回来呀！嗨，他家是此情况，也有了银子，就要为我去赎母舅。对，我应该多谢多娃，把他家当初的东西都赎回来才是啊。唐通的女儿，梅梅，多谢小梅。哎呀天哪，你怎么也在玩了？是啊，我这就把她去买了。你怎么晚要去买呀？怎么了？这为你买娃，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什么？打上门来了？苦恼，何来广度竟死吃无力？哼，我偏要去买。宽宽究竟是何人？哎呀，你不要去买了，你的娃今天也买不出去的。啊，你真是买不出去啊？我没空。哎，你有空无空与买娃有什么相关啊？啊，哎呀，你怎么玩不晓得呀？晓得什么？哦，没什么，没什么啊，没什么。爷爸，你既不是，我买娃去了。啊！哎！好好好，那我就推推你，告诉你吧。头几天虽然无人买我的死娃，可是到后来呀，我的名气大了，买娃的人还不少呢。你说什么呀？这些死娃都是少少托人买回来的。你说什么？啊！
千里迢迢来到长安，
此情此志，想不到竟在你的脚下，寸步难行啊！好，告辞了。马相公，你万死不要罪吧。二娘。马相公。不不不不，此间我愿天高
进了赵云馆，才进中候补。你都进了赵云馆，那要恭喜你了。不，我是特地向你来恭喜的呀。我有什么喜？你还记得吗？在信奉酒店，我替你宽过一个乡，今天领年了，从此一步登天，大富大贵呀！你是为那个场合是美来的？哎呀，小娘子，这个是千年聪明。哎，北郊，你们，咱团结生意啊！这里笑得真心，五品以上文武百官都要写罪状上不测，你能朝政得上，查将军也要做文章上不测呀。这是这蜀王之中缺少一个铺子默默的。像是长大将军要找一个得病的先生。不错，对，我这里倒遇谁呀、不对，就是我家叔父需要一个铺子磨磨的，我家孙娘需要个教师。明白了，我们先请先生，再请教娘。好，这是这位先生的脾气是大了些。这先生的脾气啊，是大是大，是小。因为带他到将军府上私上一事，说是长大将军对他好，别的事情嘛，怎么样啊？都可以商量。好，现在就在请，好，请。两相欢。
人，你都知道了吗？我当然知道，丈夫全都告诉我了。夫人，你愿意吗？出来大好之事，哪有不愿之理？再说你做文章也正好用着他。只是多谢夫人。哎呦，我李生，我应该是你才对你。金武夫夫，丈夫，出去沈阳。美女，丈夫，事情办好了没有？办好了。人来了吗？轿子就在门口。快快的，进来。也快请进来。哎，对，请进来。哎呀，夫人啊，我差点错怪你了。大雁塔的顶好浮沉，丈夫给把你搞聪明，他今到处听欢喜，与你相爱又相亲。上堂十里为你挂我眉，别离别离点子深。你文章中出神经的不言乱语虽是人，请他来此教师门，十三五块五点子成。好好，既然夫人不喜欢他被迫，我去赏他住宅片瓦。瞧来了，瞧来了。
苦恼，苦温恼。一张信纸变得快，来了这信封店里的黄秀才，高从家生往里带，气得我进出不知外，又要滚他车门外。哎，等我出几道题目，难他一难，气他一气，叫他自己难消停。啊，秀才啊，将军，你到将军府做什么来了？方才夫人说过，一来是叫琳琅的四叔，这二来嘛、什么二来三来的？你就是教书先生，有问一定不欠吗？谨慎，我有几件有问，想考你一考。哦，好啊，将军请讲。好，你听我讲。什么东西藏不了，什么事情苦难熬，这样一来顶起包，今天空也没有多少高，就是阴阴藏不了，顶不了身苦难熬，如果风灯顶起包，不对呀，可能你的语文也有眼的很呐、全都答错了。错在哪里？我倒要请教。好，上午是出来，上你也张张精神。好啊，请讲。兔子尾巴藏不了，老子老子金毛苦难熬。一包两个豆皮一天高，有人骂你们孙秀才的狗屁文章，吹到半天去了，一个狗屁半天高，两个狗屁不是一天高了吗？笑什么？笑什么？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些孙秀才。杀的官子摸嘴鼻子，老子们是一枪一刀拼出来的富贵，我这里用不着你们，你我滚了出去。可恼可恼也，他在一小用三个上班七位院子旁叠的上口心火茶，谁料他鲁莽无路三难用，关起来冰炭水果难用，他不理来我唱好好，你才是鬼爬不通。你放肆，你无理。当初在信封店里我扫你性命，至今外官私私参观，我马嘴为人做事正大光明，何用你来扫我？是你这等秀才我家不要，你便再想请我来我也不来了。可不用，这个先生并无有门，被我一靠就下不了。你去靠人家？是啊，他连兔子尾巴藏不了，老鼠睫毛苦难熬都不懂，这样的秀才也有用处啊！
你这个臭蛋！谁人他偏门地里专治小，靠什么骨子里把老子忙？谁人我是一个宝，拍拍用场分不少，十里围儿把树浇，夜里给你洗嘴浴缸。高山的水在你管饱，平日里满山要你把船浇。哎呀，这不可以不平官，要保不牢。哎呀，夫人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下，放心不下，嫂嫂，我看你呀。娘娘
副麻醉，满是地的伤痕，就连教书都教不成了。不用说了，回来就好。哦，快进去吧。月娘，我再三想过，你的大恩大德，用我来世相报吧。啊！你想怎样？小妹，去烧碗姜汤来。哦。马相公。你要到哪里去？离开长安，为老家去。逃亡去？偏是逃亡，我也要离开长安。好，要逃亡，明天我陪你一同去逃。月娘，我马嘴穷困潦倒，也无事事你。穷困潦倒，你的字。
二位这般是此掌握我就不必是此这般了，那件事我八娃将命算了。马相公，我特地到此请给我喂骑马。你们，我们是来请马相公的呀。请我委屈之神。马相公，我对你是失了欧包。只因万岁大师讲令我等不平一上金了章，鞭炮不正能断肠，每人一篇大文章，苦杀我开国将军不发响，怕只怕交上怕去了老身今日十万苦计虎少眉毛，恳求你大笔或者大恩大德永不忘。将军马在我千里迢迢来京城，我差有条藤，怎奈地绝红葫芦，紫荆昆仑难不平，但愿朝廷革命，斩草伐苍生一万民，你比尚书有何妨？穷马贼
放你水，你先起来，把你这瓶拿走，讲给大家听听。起兵盘神，岂知暖山风马雷雨把此长命，此乃国家强弱之朝，理当踏踏清侯一番呐。孟王大事，你如何处理啊？自古用长龙打击阿里呀！国家兴亡，死者垂危，与那毕竟之罪有什么相关呢？这话在瞎子就言，已有许多实质。你身为造音官职，至今不见你举荐一股银财，恰来空谈什么文化言语？此乃当今天下，实在平无言才呀！不是，众王之堂，难道只是抬头之过？与你讽刺龙之外，岂没有隐财了吗？微臣无图啊，无图可给。你啥子多言极能之话，微臣不管，微臣不管啊。那个马贼可曾大呼遭燕国？哦，俺是啥子平民来勾啊，寡人那不十字交臂，大龙，安，哪里呀？我将春剑发，安追。这才是一匹好白。你在我面前马尾度年，我还不知道你有此次有门呐、啊！哦，千兵万岁，我是三星荣民读书读出来的呀、啊。这一天你读了哪些书啊？读司马、沈家，读四书五经，我一通就读了两三百经了。你们是什么？我将不跟武生。我力气大，两三百斤不在话下，就四百斤也拿得起放得下。大龙，嗨，我且问你，这瓶飞杖之茶都写的是什么呀？这讲，我将记性不好忘记了。啊、你可知谁吧？是那个穷秀才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朝下大怒了，万岁是不是？你把这篇文章的内容去吧，说说讲来，不得隐瞒。啊，万岁啊，这篇文章五十八道，实在不是小人写的呀。是谁为你写的呀？哦，就是信封店里永久西家的那个马尊。啊，孤独是他，查后请旨。四顺马最起来接我令旨，臣随将门，随将。
我将姐那是麻醉不是龙烟，有大不敬之罪。爱卿，爱卿无罪，那是信奉旧地，罪在寡人也。万岁呀！尊师了，造银棍。
你既到长安，因何不去投奔啊？这遭言官哦！臣早已去过，你可曾将一人朝廷的罪状信奉大人看？万岁！此事多提也罢。万岁，微臣有罪呀。你何才子有啊？于是个马崔大人死到赵燕国来过，不过凡身失故，狂生不足去，此乃圣恩子，故而将他滚了出去。赵燕官子，臣到马贼狂生不得去，是寡臣之过。死而我悔之不及，被你再三换刀，要你在长安行当一套，你怎么不当神子了你？你仰望一位多年前的万象大道的高官玉龙，恰是我朝廷的马贼吧？武士们，有将冯四龙。下次为你官出天。万岁，不斩之恩呐！寡臣言语孤错，下去吧。万岁，万万万岁！一同进京的呀，启禀万岁，其子方不善念，臣子也在进京来的。哦，禀万岁，老子与小女免放而返，长女奉陪。啊，启禀万岁，为人长女免放十九，是行为不虚啊。万岁，我家孙女。难道寡妃就没有愚昧了吗？重情谢意，谢家女，寡人愚昧也得，是那马的去共去。
办了火车，娘舅帮你去当听当听。娘舅，你一来就碰到这种事，心慌困一心。不管马相公是死是活，我也要把他找回来。娘舅，娘舅，你的大舅，报喜报喜呀！报什么喜呀？你们还哭什么？马相公上了金殿，被万岁团中封了大官了。啊，真的呀？怎么过？这个倒也忘记了。反正是个大官呐。马相公真的做官了？哎呀，一点都没错。你那大姐，你也要富贵了啊！我们街坊邻居人还要多多托付了。娘娘大姐，娘娘大姐，娘娘大姐呀，马相公上了金殿，做了大官了。这不是，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快讲呀！讲了也好啊。马相公上了金殿，做了大官，当朝宰相王大人，过去张氏大人、郑成书里头，个个要把女儿嫁进马相公啊。啊？那马相公他怎么说呢？听说外面有听，他正在一个一个的挑选。哎呀，个个都是是花是牛，这没良心，这没良心。马相公可不是那样的人，至少呢要收几百两银子来吓吓你们呀。谁要他们这银子？谁要他们这银子？相公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怎么了？他被万岁召进宫去，召为驸马了。
你们有所不知，马相公捉了个官，丞相要把女儿许给他，他不要，过去要把千金赔他，他不肯。距离万岁也要把愚昧张公子下降，怎么样了？他以文言写绝了了，此今他已经追名升堂，他只要一个万难中生死相扶，我的什么人呢？他的恩生你我你娘娘娘哪里啊？月娘，我马祖深仇大恩，无以相报，现在以此相求，以报万一。冯贵衙门，冯贵衙门，我苏丹当得起呀，担当得起，担当得起呀、啊！不。月娘，你18岁，我与你跪下了。